天请每个志工朋友拿一个塑胶袋。好，那这个地方呢要特别仔细听，因为这是最难的地方，开口，另外一边是密封的。那我们会请小朋友呢把密封的这一边呢把它剪掉，那因为这样剪不好剪，所以我们会请小朋友这样子折，折成比较小的，然后这样子一把就把它剪掉，就把密封的那一边把它剪掉。然后剪的时候呢，一定要跟小朋友讲说是剪掉密封的这一边，因为有些小朋友他会搞不清楚，他就会在开口这边又剪掉，所以一开始就要跟小朋友讲说塑胶袋一边是有开口，一边是密封，我们要剪的是密封的这一边，那一刀把它剪掉就可以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再请小朋友呢把上面的这一边呢再用剪刀把它剪掉，变成一张完全的塑胶袋。来，原本是这样子，那这边的地方，另外一边的地方把它剪掉，所以剪掉应该是一个长方形的塑胶袋。教室呢都会放下一个板子，那这个板子呢是专门教降落伞的。那因为我们塑胶袋是透明的，所以我们在示范的时候小朋友可能会看不清楚，所以我们是用一张图画纸这样子。好，那请各位志工朋友就拿你们的塑胶袋，那按照上面的步骤跟着我一起做。来，我们现在打开的是一张完整的塑胶袋，对不对？好，那我们以左下角为中心，然后往下对折，像这样子，以你们的左下角为中心，然后往下对折。我们再以这一点为中心，再往上折，把原本一个大的三角形呢，再折成一半，变成像这样子。原本是像这样子嘛，然后再以这一点为中心往上折，所以你折起来应该是像我一样。都做好这一步了，然后你的塑胶袋应该是像我像这样子，之后呢再把这个塑胶袋往上折一半，变成像这样子，你原本应该是已经是这样子的，再往上折，把它折成一半。那这些步骤呢，你都要请小朋友用手去把那个折线压出来。那困惑的一个步骤，所以你这个步骤在教学的时候可以多讲几次，因为小朋友一般都听不太懂，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做到这个步骤了。好，那接下来这个步骤你都要请小朋友睁大眼睛，因为通常小朋友都在这边就困住了，就听不懂。来，我们做好，你看那你手上的塑胶袋是像我像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就请小朋友呢以这一点为基准，然后往上折，那折起来呢应该是一个等腰三角形，变成左边跟右边呢长度是一样的，一个等腰三角形，就是以这一点为基准，然后往上折，变成一个等腰三角形。那通常这一点呢小朋友都折不太出来，所以你教这个步骤的时候可以到各个小朋友的桌上看看有没有小朋友需要帮忙的。好，那如果每个都是等腰三角形之后，我们再用剪刀把这个等腰三角形剪下来，这个等腰三角形剪下
我们请小朋友把等腰三角形剪下来。只要这个、啊？对，就是那个等腰，我们折出来的三角形剪下来就好了。一定要折那么多动作才剪得到。对，所以这才是高年级的。好，那我们折完之后，你可以把它打开，这是一个八角形。哇，好酷哎！所以你如果你刚刚的折线呢，折得越清楚的话，你的八角形是最漂亮的。好，那是不是每个人都剪出一个八角形的？好，剪出八角形之后呢，我们到时候每个小朋友桌上呢都会放这样一个细的棉线。那这个细的棉线呢，我们会请小朋友剪八条。那这八条呢是怎么量出来的？我们请小朋友把这个八角形摊开，里面是不是有八条直径？那我们请小朋友呢，用我们画的这个棉线呢，然后就对齐这个直径，然后剪八条，剪出八条线，就依照你们每个人剪出来的八角形，然后剪出八条线。好，那各位志工朋友，那通常我们教的这个步骤呢，我们会一次讲完，因为小朋友每个人的动作速度不一样，我们都一次讲完，让小朋友自己把它做完。好，我们志工朋友请看这边，我们刚刚有请小朋友剪出八条线，对不对？那八条线呢，我们分别粘在这个塑胶袋八的边边，八条线剪八个顶点。那这个步骤呢，跟小朋友讲清楚，因为很多小朋友呢，他们会直接从中间就开始粘起来，或是从边边往里面粘。那其实我们这个线呢，是粘在八个边边的最边边里边，然后大概贴一公分的地方。那到时候每个小朋友桌上也会有胶带，那就请他粘八条线。然后粘完之后呢，我们刚刚折的这个塑胶袋呢都有八个边嘛，我们就沿着它的沿线再把它折回去。然后折成像这么小呢，这么小，我们再把八条线呢把它拉起。那边边的地方呢，我们会请小朋友用塑胶袋把它捆起来，因为小朋友都不会打结，所以我们会请小朋友用塑胶袋把它用胶带把它捆起来之后呢，每个小朋友会发这两个圈圈图画纸。那图画纸呢，我们会请小朋友把这个圆圈圈剪下来。那你粘好的八条线呢，就贴在这个图画纸后面。那贴完一个呢，再把另外一面呢贴上去。那上面呢，我们这个图画纸上面都有图案。那通常可能时间不太够的话，我们会请小朋友回去用彩色笔把它着色。那这样就完成一个雨巷落水。好，那有哪位志工朋友有什么问题？连在边边，八个边顶点。是要连那个两个直径，两条边就一样。好了，可以啊，再两条。没关系。
剪好了，我剪好了。是这个六，它是要扣你的。扣你的。我来，这个很简单，最小的来剪，高点会错的。这个就是旁边面，在这里剪，圆的。他等到冰没晒啦。嗯，他个等你啊，帮我。来，我们第一次的职工朋友，能够带你们的学生花，对不对？好，国芳呢，麻烦你们上面呢，先把